大家好，我是猫宁。马上就要过年了，相信大家这两天啊正在收拾行李，像咱们的冬装呢又大又厚，塞进行李箱满满当当的，而且还非常的乱。那今天呢，猫宁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实用的收纳行李箱的好方法，将衣服折叠的整整齐齐，并且还能节省一半的空间。接下来就跟我一起来看一下吧。首先来看看戴帽的长款羽绒服收纳方法，将下摆翻折至腋。的行李箱收纳的好方法还不错吧？冬装咱们的常规衣服都可以依照这个方法来收纳哦。大家觉得这个妙招怎么样呢？过年啊，轻轻松松的回家过大年哦。我是猫宁，想了解更多新鲜有趣的小妙招，欢迎在评论下方顺手点一个关注吧。